哎呀，搞定，原汁原味的台式客家小炒。翻开一下。就只要做客家小炒，先把猪肉过油，猪肉才过一下子油就下豆干了，再下豆干过点油，现在把油给滤掉，油先爆虾子，看看那虾仁冒过水呢，现在离火，免得油太温度太高虾子会焦掉，上油，现在要爆香，先新香料葱白的部分先下来，再来下蒜片，这道菜是兄妹合作，老婆看这边比个耶，下猪肉豆干，加点老抽翻一下上色，喜欢吃稍微甜口一点的，这个大家自个拿，颗粒大的是糖，颗粒小的是盐，可能大舅子听到我喜欢吃甜口的，他就下了多一点糖，再来鱿鱼给它下了，鱿鱼如果泡发的比较好要先炒一下，或者是先过个油，如果泡发的不好有点干就直接下来炒了，这个时候来点鸡心，来点鸡粉，芹菜下，葱也下了，来一点胡椒粉，嘁哩嚓啦两三下，叮叮哐啷就准备出锅来，起锅之前再来点起锅油，下那么一点香油翻炒两下，增加它的明亮度，香味已经有了，再来一点油，准备出锅，哎呀，帅哥主厨，客家小炒，三两下轻松上菜，油油亮亮的，你看多漂亮，卖相好啊，赞！哎呀，搞定，原汁原味的台式客家小炒。翻开一下，这是我们这一组的王云锅、小锅锅，刀工超好。三二一，后乐山东客家小炒。